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有人要死喽！你敢跟我 A， 你真是活腻了！我这么一叠起来，你完蛋了！这武器，这蛮王没带闪的。哦，123。咋把他们敲出去？忍不住了，别急，想 A 我，别给他 A， 这叫实力。哎呦，应该再往后退一下的，没拉扯好呢。这把有舞台，看能不能把握一下。看打多少血，打多少血，好，越了吧。AW 点燃起手。怎么按到闪现了？不知道，手滑了。我挂点烟不小心蹭到了。出 CD 姐好打，这样召唤师技能快很多呢。应该来不及打断我吧？等下技能。没蓝了，还会能不能交个E啊？得站后一点，这不然蛮王能知道我在草丛里的。等他交完E再出来，他的 W 是能探视野的，草里有人他会有那个标记的。情感一个人都到这儿了，这么夸张吗，哥们？我看能不能小技能把他大招先打出来，这样才有机会能越。哎，这跳远点没必要，丑陋了。果然没好，那这把是我能不能 C 啊？玩的是武器大师这么猛的英雄。不登树的老爷爷来了，随便 C 啊？要换水晶鞋是吗？神枪来了，不会抓我吧？蓝墙还送红了，
距离应该能够插眼闪现晕 AJW 啊，直接死了。这个血量过得去，跳跳个这个就行。可以了，拿了1000块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先去下路拿点钱吧。他值多少钱？1650块，这个1000块。情感伤害这么高，他打了我2219滴血，直接卡我一技能的一瞬间把我踹死了，尽力了 ，CD 有点不够啊。这个是想保护我，被金刚你抓到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别 Q 啊！家要爆炸了，还在 Q。难打吗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